帮你解释你的老师姐妹名侦探。有点冷，不想跑操啊。哎呦，嗯，肚子疼啊，你们自己跑吧。还好我刚刚上去把作业抄完，不然又得被老刘叫家了。老刘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吗？人呢？不对，有人动过我的笔去了小卖部，肯定是带了什么饮料零食上来。是他还是他？可是滚滚都带了。滚滚借我这笔。那笔没水。哎姐，怎么隔壁班作业比我们班多那么多呀？哎，是哎，隔壁班人数跟我们一样呀。哦，这么重啊，我帮你搬到办公室吧。别装了，跑操上来抄作业的就是你，你不懂吧？好好，正常男生跑完操都会很热，想要脱衣服，而你一件羽绒服从头穿到尾。我就穿了一件衣服啊，怎么脱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笔没有水？那笔没水。并且我的笔头一般是朝向南，符合我的写字习惯，但是回来我发现我的笔头朝向北，显然有人动过我的笔。由此推断，犯案过程中嫌疑人是在我的课桌上用了我的笔抄的作业，而且抄到一半发现没水了，于是我就故意说这两叠作业其中一叠是隔壁班。此时我赌了一把，让作案者以为自己的作业塞错了放到隔壁班，他会因为紧张想办法为自己的失误做弥补。没想到鱼儿上钩了，你仔细看看这两叠作业都是我们班的吧。现在只需要打开你理不懂的作业，看看那逐渐消失的笔记，就是你抄作业的铁证。抓起来抓起来。